BJ Four J Team E 不眠之夜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超过50×50厘米的以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携带需其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设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的相互谩骂、攻击和故意制造事端等搏击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演出结束后，请您听从工作人员引导，由第一排至站区依次退场，退场前请不要起身离座。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BEJ Forte Team E 郑一凡。
们是 BJ48 听艺，谢谢大家看我们的公演，谢谢大家。在欣赏完初日、必杀技、小美人鱼、浪漫单车，大家开心吗？开心。今天 MC 的话题是在寒冷的冬天里，你最多会穿几件衣服？那么从小仙开始吧。守护我们的誓言，我是守护你们的李诗燕。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李诗燕，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我以前穿过最多的应该是五件衣服吧，但那个时候大概就两三年级的时候，就几年前的事情了。然后现在大概长大了吧，然后现在就是昨天，我今天发了条微博，就是陈江河，就是那个对焦的那个，然后陈江河在下面评论了一个李大熊，然后还附赠了一张图片。然后我现在就是上面穿的就特厚，然后下面就穿个短裤或短裙吧，因为可能就是现在没有那么怕冷，也可能是年轻火力旺盛吧。然后对，反正也不是特冷，因为里面有暖气嘛，然后外面就冷一会儿就好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元钱。大家好，我是 BJ48TME 的叶倩，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小时候穿的比较多吧，就是妈妈很担心我的身体的话，就会让我穿很多层，但是自己的在外面的时候就越穿越少了。别穿了，就是为了好看嘛，但是大家还是要注意好身体啊，不然像我一样的话可能老年会得老寒腿的，会秃的。爱酱你小心脑子被冻坏了。对，我戴帽子的。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正音的平方是郑一凡。大家好，我是 BJ48TM 的郑一凡，谢谢大家。穿一个毛衣过一会儿就能热出汗来，所以屋里穿的和夏天一样吧，就是一个裙子，反正很少很少很少。然后冬天的话最多穿过四件。哇哦，好多。反应好冷漠呀。是在室外外面很冷的时候吗？一凡啊，是外面很冷，就是去年是吗？去年北京最冷的一年。没有，我去年穿的是少的。是吗？因为我后来理解到了一个道理，如果你在冬天穿的越多，你越到冷的时候你就会感到越冷。真的吗？对，所以你们现在穿这么多都傻了吧，哈哈。傻了傻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想哭。
到这么多大闪。大家好，我是 BJ48 TV 的钱倩楠，大力叫我小巨人。谢谢大家今天来看我们的公演。耶！有人说我像个大妈一样的出门了，有时候理想老起来都像我奶奶。对，没有，还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给你买点钙片，或者是你不需要钙片，需要我就够了。好恶心，毕竟我是个响推。
吗？假的，投了多少票？改推了，对，投了多少票？陈彦南，你昨天不是还拉着张怀瑾的小手？没有。我昨天什么时候见到张怀瑾了？拉陈娇和，拉着张怀瑾手是陈娇和。而且是前天的事情，我到了小星的房间，发现。说到陈娇和，我想起来，陈娇和作为这种两秒一遇的、两秒难遇的美少女，然后。You can say my name, but don't touch my body. 李想，你能叫我的名儿，但是你不能侮辱我人格。没有。但是你说吧，你是推李娜还是推张怀瑾？除了张怀瑾以外，都是他的耳推。他说他爱的是张怀瑾。对。然后，如果一会儿你们有幸能送车的话，可以看到陈娇和就是暴发户一样的外套。对，这个外套很有故事，你想一想。我以为他买的时候特别高兴，他说哦好看，然后后来我去店里发现降了800块钱。买完就是转天的事情。对，我以为他裹了床被子下了。对 ，Sherry 说，我今天裹了个被窝就出来了，然后李想还去专门去那个店里看我买的那件衣裳，不是专门，就是路过照个价牌。对，我把那个价格照给他的。那件衣服张笑莹穿完之后，我吐了。没关系，感兴趣的一会儿送车看一看就知道了。对，感受一下，谢谢大家。对，谢谢大家。那让我们欢迎下小伙伴吧，谢谢。谢谢大家。雪莉，大家可以叫我谢瑞或雪莉，谢谢大家来看我们东岩。耶！再闹，吾乃四面皆寂寥，不如去场作冰糖。白场如今已过半，雪莉依然是初恋。多雪莉，东岩50场辛苦了。谢谢。关于冬天穿多少件这个问题实在是太难住我们南方人了，像我这样的年轻人，我一般最多3件，不能再多了。因为我觉得穿的少点可以撩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穿的很薄的时候，你要走向一个美少女。美少女，你是来找我吗？我选你过来一下好吗？我今天穿的有点少，我需要一个拥抱。哇，我需要你穿的很多。小废话。或者不是，你先等会儿了，雪莉。什么意思啊？啊？他的意思就是。我是美少女，你。这是让女人闭嘴最好的方法。还有一种就是。罗雪莉，你想不想让我闭嘴呀？把他卖咪了，谢谢。或者你可以选择穿一件长的风衣，然后走到一个比你矮的旁边。刚才美少女的时候，你走到我这儿顿了一下，走到小树那儿，现在你走到比你矮的那儿，你就毫不犹豫。是的，然后你可以，如果他穿的比你厚的话，把他衣服先脱掉，然后裹上，冷吗？还行。雪莉的风衣交合穿会不会到地上了？就对，我觉得会。还是给娜娜，不，佳佳，谢谢大家。耶，非常了不起，是不是？我是前辈，他前辈，前辈好，前辈
对，我就等着这个了。那边有人爆灯了。爆灯？那有人想跳加速器。先让我把那个加速器，先把我再开出 breeze 的时候，那个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陈江河吗？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E 的陈江河，大杏仁，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
就是最多就一件 T 恤，然后毛衣或者卫衣一件外套。然后我现在最近这两天也就穿两件吧，也就一件 T 恤一件厚外套。然后走在街上的时候就感觉人家就一脸智障的看着我，因为所有人都裹着是就是羽绒服大衣，但是我觉得大家这样穿不热吗？他们内心燥热，我觉得看见你我就热了。是希望我可以让你更热。你说了什么？你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来我房间买暖气嘛，不是很热了。来，你这样子很让人害怕。徐思阳，我觉得你需要我让你闭嘴一下，你会更热。我不需要你。看见你那俩脚，我就不想过去。哦，我以为你说这两个脚。那李子呢？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好，我是 BJ48 的 Team 李子，大家好，叫我荔枝，谢谢大家看我们公演。耶、yeah! yeah! ！三六超群如爱小袋鼠，一台戏场两米五，不管长裙或童装，子民眼中你最亮，陛下你还要叫板。谢谢谢谢。双十一那个排队有点长，就是不是单独一个人的。那个哎，这话题是什么来着？你穿几件啊？你穿几件衣服呀？哦、我也是个南方人啊，然后到了北方过后我还没有穿。啊？没事。什么？你继续。然后到了北方过后，我没有体验过暖气这种东西。然后最近我们中心终于有了暖气这个东西，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它，然后我发现我在过夏天，真的就暖气很热，而且就是必须得把窗户还有门全部大敞开。对，中心的暖气是特别热，比家那边热，昨天半夜没热。你可以少穿点呀，热到睡不着，热的有点燥热。然后真的就是发现在北京啊，就北方过冬天比在南方过冬天要容易多了，要容易生存多了。因为我以为北方冬天很冷嘛，然后暖气我以为它不顶用，后来发现那个功效太强了。所以说在北方冬天，我觉得我穿一两件我觉得就够了，差不多就这样了。北方不仅有暖气，它还包邮。对，北上广包邮。啊？你生活在哪？江户证。阿雷，只有北上广没有江户。北上广是吗？谢谢大家。耶！杨米杨米，我是有一点甜的。不甜。大家好，我是 DJ48 听蜜的李圆圆布丁，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什么都没看，他每次见我的时候还是要把衣服穿好再来见我。
你让我想到一件事儿，之前我去敲艳羡他们房门，然后没有答应，后来我就微信问他，他说你直接刷卡进来呀，我说万一你们没穿衣服怎么办，他说都是女孩子怕什么呀。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接下来请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耶、就踢被子了。作为一个好室友，我觉得想给他盖上，再给他严严的捂在一起。你知道有一天就是早上，然后刚开始暖气还没有就是来的时候，然后不是还开那个空调吗？然后有一天早上我和倩楠都还在睡觉，倩楠突然半梦半醒说了一句，他应该现在也不知道，他说了一句，雪莉你帮我把空调关一下。我当时这个事情我得好好去问一下罗雪莉怎么回事儿。对啊，怎么回事？你怎么管好你的室友了？你也管好你的室友好不好？讨厌，不要总来撕腰了好不好？我的室友也不是我的。大概就这样，谢谢。耶、一二三，苏珊珊。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苏珊珊，大家可以叫我珊珊。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塞诺林雪清寒天地寒雾霾重重就不散纵使天公不作美夜来又打翻山山苏珊珊谢谢塞诺苏珊珊为你大队珊珊不变心苏去风扇大厂了嘛，然后我们留中心的拍，当时拍一个东西，然后穿那个 JK 制服，但是当时暖气还没有到，对，暖气，然后还没有到，然后我就那个因为 JK 制服它是小腿袜，袜子就到这儿，然后就很冷，然后我就穿了套了一条粉红色的小睡裤，然后那个睡裤因为它又不是那种到脚的，它就到这儿。然后就会出现我上次微博上马球发那个问题，就是感觉特别的时尚，然后对，就是一身混搭风，感觉挽一下那个裤子可以就马上要去插秧了那种感觉。然后还有就是小的时候因为穿的太多，就是南方不像北方一样有暖气，
北方就是里面穿一个短袖，然后外面套一个羽绒服是吧？然后进屋就脱，就我们那儿还是挺热的。然后小时候我们那边就是穿很多层，什么里面穿秋衣，秋衣套秋衣，外面是保暖内衣、保暖内衣，外面是那个什么打底的羊毛衫，羊毛衫外面是毛衣，毛衣外面再加一件外套，外套就外面再加一件袄子，这是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穿法。然后那个时候这么矮，还没有凳子高，然后跟个球似的。你说没有李子没有凳子高，好，我记住了，我下台告诉李子。反正就那个时候还没有凳子高，然后穿的有这么胖。当时我邻居一个姐姐抱着我出去玩，就挺开心的，然后就这样抖呀抖抖，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把我抖掉了，我就从那个楼梯上滚了下去，下去的时候爬起来就说，哎，姐姐我没有摔到，哎，因为穿的太多了，对，就一个球滚下去，但没当然没有磕到头，不然我现在也不会这么聪明是吧。谢谢大家，耶、yeah!把甜蜜种满大地，每天呼吸新鲜空气的小树。大家好，我是 DJ 48 Team 的刘胜男小树，谢谢大家来看我们公演。耶！在呢。小树又圆又好看，不做咖啡真遗憾。刘胜男，我们想喝你做的咖啡。谢谢，谢谢，谢谢。说到一般冬天穿多少件衣服最多，其实我南方人，但是我现在到北方来，我并不觉得北方。刘胜男，我要举报你一件事，你上次跟我说，你上次跟我说，好，举报了。你上次跟我说，你说你这个冬天不穿裤子，你昨天就穿裤子了。好吧，是穿裤子。因为每次像北方的冬天低头，因为我每次拍完返图，我妈妈总是第一微信消息，你为什么不穿牛仔裤？你为什么不穿裤子？然后我就想，没有办法了嘛。然后说到，因为我们家那边就是虽然是南方，但是它的那种冷是那种湿冷，然后就是那种特别潮湿，我就觉得好冷。对，那个北方的冷是物理攻击，然后南方的冷是化学攻击。好冷。然后所以我觉得到北京来没有特别冷，但是我一般穿衣服穿的最多的应该是五件，就是里面一件 T 恤，然后外面一件衬衫，然后针织开衫，再套一件毛衣，然后再套一件棉服或者外套。其实现在有暖气了嘛，就觉得还蛮暖和的，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经常开窗嘛。所以你们还是穿的多一点显得可爱一点嘛。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大家最想到达的地方是阿拉斯加。大家好，我是 BJ48 Team 的冯思佳。耶、yeah. 四路昨夜电台直播忙，今天公演辛苦了冯思佳，我们也想吃生煎。在路冯思佳，谢谢冯思佳，来潮把那个衣服给理了一下嘛，然后就把夏天衣服都就是收到柜子里去，然后把冬天衣服都脱出来，然后但是房间来了暖气以后，我就默默的把那个衣服又塞回去了，太热了，就实在不行，然后每天就是睡觉，然后睡一睡着，然后把那个脚架到被子上，哎呀好热啊，不行了，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大家好，我是 DJ 48 Team E 的李娜，大家可以叫我佳佳，谢谢大家。耶、yeah! yeah! 拿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帮不了你只能看
家。佳佳，佳佳，佳佳。谢谢。谢谢。谢谢。丽娜，丽娜。谢谢。我也叫佳佳呀。我觉得佳佳继承了我们队的传统，一上来就磕掉牙了。是吗？你磕掉过牙？我们队经常出现。对，就你已经成功的，已经顺利加入 Team E 了，就剩下等他木一掉，什么时候牙齿磕掉，也是顺利加入。我是昨天吃那个脆骨磕掉了，脆骨没事，然后牙掉了，吐出来一看，吓一跳。以后再也不吃脆骨了。你掉了掉了，今天他今天非要过来。哎，那个 Cola 那个教授，你们看我的牙，给你们看，我们不想看，你看嘛，你看嘛，你看这个牙。前辈们对我越来越刻薄了，真是。之前还是长相。只有我对你甜，对吧？哎呀。对，是，这是后辈该做的事情。感觉今天这一排好挤啊，人好久没有那么多了，真的好挤啊。对，之前都只有三个人。差点都只有一个人，差点只有一个人，两个人讲双口相声。好久没有看到那么拥挤的舞台了，挺好的。对，挺好。我最多穿几件衣服，最多三件吧。我不是喜欢穿太多，一般都是里面穿的薄一点，然后外面套一个厚点外套。然后穿太多的话会活动不了啊，感觉胳膊都伸不直那种感觉。啊，好，谢谢大家，耶、yeah!。我以为你们还做什么交响乐呢，你们大。大家好，我是 BJ48 静谧徐思阳，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的公演，耶！我一般这个时候我已经穿了七八件了，然后再加上什么耳套，然后围巾、口罩，因为早上要在学校的时候早上要跑步，然后就感觉自己的脸被那个风就已经穿透了，整个人干成了一个纸片。对，就是这样。我跟你有同样的经历，我也是吃脆骨把牙给割了，特别疼。对，特别疼。听闻艺的传统割牙，然后我不仅割了牙，我还磕过牙，你要小心啊，他会打到你。为什么要小心？对，他不要小心。就经常有什么大力的人，他就会，你就或者自己一下不注意，就会把牙磕掉。我有时候好多次就是做梦梦到自己的牙掉了，然后早上起来我都怕得要死，我以为我的牙真的掉了，经常做。不怕，小树，我不是因为你的牙才喜欢你的。我想堵上你的嘴。小树掉的是门牙。你来呀，我害怕。来。谢谢大家。耶、yeah。接下来请欣赏精彩的 UNIT 曲吧。谢谢大家。耶。
君今晚没注意，要让你知道，抱着我也没意义，因为我不会玩爱的游戏。
解释，也无法让眼泪失控，像是机停止的时钟，被地心引力开始转动。他不是反应慢，他是脑
就是怼前辈很爽啊。不是。喜欢怼焦禾，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焦禾老怼你。对，没错。对，我替你证明。对，钱我都进不了了，我就有点性不平衡了。你当过我首推？这种人就是他连爱过都不承认。对，那木易呢？觉得你过了？我问了，你怎么抢我词呢？你跟我在一起。跟你在一起干嘛？跟我在一个宿舍，开不开心？不开心。哎，我还想问你一下，还是你那个牙？你磕掉的是虎牙吗？其实我这个虎牙是假的。哇！是，我给他种的。我给你种的牙，贴的。对，我这是贴的，就随便掰就能掰下来，就是。你掰下来我看看。哎，就不要看我嘛。他声音太小了，是吧？行。好，那我想，我想。你要问吗？你跟他是什么关系？这个不对，这个你跟他是不是好朋友？好朋友。为什么这么看着我？你让我心里有点打鼓啊。是。哇！好像是。你脑子也不太好使。不是说我们俩，不是说我们俩关系不好呀。是，你们俩是不是好朋友啊？我问的是不是好朋友？我说是。不是，我们是朋友之上的一种。他只是好朋友，他俩就是我俩。他俩啊，跟你没关系。对呀、啊，你这脑子都不好使，赶紧。你继续。问，该问他了。我问。对，你问他，问赶紧问，不是。我是你首推吗？不是。是。毫不犹豫。你只有靠这种手段才能让我说出是。哎，你之前说是爱我的，可喜欢我了，真的哎。我之前还是他二推呢。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哎，刚才说不是。那个焦禾，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是不是喜欢张怀瑾？张怀瑾看着点啊。他在里头呢。不是，我就专门把这段给他截出来，不是我们玩这段游戏。对。好，那问我吧，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是不是舞姿最美的人？都说是我为了拍你马屁，不是。Yeah, you can see my name, but don't touch my body. 谢谢秦县长，精彩两年后，谢谢大家。都没让我问。
你到底要什么？你在说谎，他在乱笑，谁跟谁的好？无论是谁和谁拥抱，没那么重要。只要能够在我身边陪我就很好。我来了，恋爱真的不好。男人都能观察到。
觉得怎么样？开心。然后今天的 MC 话题你来定。一，模仿室友撒娇。二，奇葩取暖方式。三，最感动经历。四，读过一亿书。五，以前北京喜欢。所以说选哪个啊？一，海啸。那就选一吧。耶。所以今天的 MC 话题就是模仿你的室友撒娇的动作。下面就从爱酱开始吧。耶！在说 MC 之前，这里有一个声助要说，在这里祝 ID 为一只月宝酱的同学生日快乐。耶！然后 MC 的话，模仿室友撒娇动作，我以前就是。让他给我撒娇嘛，让李子帮我给我撒娇。他说，比如说他会我出门的话，他说，哎，这样帮我带瓶带点东西吧，我今天一天没吃饭什么的。然后就是我就说，那你撒娇的话，我就帮你带啊。他说，你觉得我可能会对你，可能会对别人撒娇吗？你们谁有被他对我撒娇吗？他对我撒过娇，他就李子对我撒过娇，这不叫撒娇，这我也可以。真的，我对他撒娇的时候，他也会回反对我撒娇。没有，不可能，那是你的错觉。不，就是你的错觉。好，是我的错觉。没有，他最多就可能到这种，哎呀，爱到穷，这有没有？他没有，他真的有很可爱、很萌，有很油腻的撒娇，只是不对你而已。不可能，我问过他的，他说他不会撒娇的。骗人。嗯，说身体挺诚实的。哦，对他可能是，嗯。就是他可能比较喜欢对大姐姐类型的撒娇吧，对。那玉子呢？对，在讲 MC 之前，我也有一个生祝，祝 ID 为那土豆杠 MY 的生日快乐，天天开心，谢谢一直以来的支持，耶！
我的室友。我的室友是。你的室友是理想。对，现在差不多吧，他已经搬进来了。那就说曾经的室友珊珊的那个撒娇动作，他没对我撒过娇，我只见过他，他好像跟玉子撒过吧。分人嘛。对啊，分人啊。你学一个喽。珊珊，他和李子一样，一直陪我去买东西是吗？就这样。哦。那不是这样的吧？那是怎样？你来一个。是那样的吗？那你来一个。我不敢，我怕被打。不会，我罩着你。哦。可是，我不，我。来就来你，废话啥？快一点了，别再没用了，快点快。我就想说点没用的。我害怕。那你呢？我也保护不了你。那个，我的室友想想。我们这一溜的室友都想想不会撒娇，但他会叫，他每次叫我都小心。其实我就是想说，理想其实是个不太会撒娇的女人，但是她也就，女孩，她，女孩儿那个。他那个除了冲着我的时候，其实他，我觉得他温柔的时候就算撒娇。徐思阳，小心，小树是男，他经常这样。是吗？嗯。他对你都是这样。假的。他对别人都是这样的，好像就是。没有，对你他叫我孙子。他叫李实验孙子，你怎么叫孙子？理想已经把他太多的柔情都给了别的女孩，没有给我太多的柔情，所以让模仿理想撒娇，你们直播里看吧，其实看理想的直播。对，想想不需要撒娇，每次就出去玩嘛，他走到我前面，我就有一种感觉，这个女孩，这个女孩这么矮，好可爱呀。好可爱呀、啊，理想，是吗？那诗燕呢？我的室友就是玉子，她看起来就不是会撒娇的类型。一队的大部分都不太会撒娇。对，一队几乎就小树和就布丁树会撒娇一点，其他的都。你忘记了还有一个人，张小莹。哦，对。长得就不像会撒娇，跟白灵一挂的。然后，他其实在房间的时间都，何况撒娇的话，这个你们自己也能把握。对，他不是撒娇，他是啊，他有时候撒野，他是那个，他真的有时候兴致来了就说，他会这样，就是小心啊，小心。小心的，对，然后他是撒泼，他经常会说一些很莫名其妙，就他兴致来，人家就特别那种怎么样，就说哎呀怎么样，我跟你之前什么那种什么，就像老夫老妻啊，谁跟他老夫老妻啊，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队，所以我觉得我也想学会小树的撒娇，到时候就可以教我。其实我也挺想学的撒娇。你们都会，没有，已经被布丁树承包了，还多了扣啦。好，那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谢谢大家。祝你生日快乐！祝你每天都赢。
酒井东东生日快乐，谢谢。耶！一心一意守一旁，朝思暮想雪迷茫，明年多回教堂玩啊！李健，生日快乐！哎，脸都红了。还有一个要说，祝与寿无缘的胖子生日快乐，谢谢。耶！选今天的 MC 话题，怎么每回都这样？那就选二，奇葩取暖方式。那今天的 MC 话题是见过或者自己有什么奇葩的取暖方式吗？那先从栗子开始吧。耶！那奇葩的取暖方式，我觉得我取暖的方式挺正常的，然后见过的奇葩的取暖方式也没有吧。因为我自己的比较喜欢的取暖方式就是跟他们挤成一坨。你这样说很。没有没有，就是你们要知道女孩子的身体是非常的那什么的。我不知道。哦，对，你们不知道，好可怜啊。我知道呀。我觉得奇葩的取暖方式就是我以前同桌头发特别长，就跟全男差不多，但是他那头发比全男还多，所以我特别喜欢我这样的吗？他活着好累啊。我剪之前就是那种比跟陈天南一样长，但是比他多。然后我喜欢就是把手伸到他的头发底下取暖。把你的手给我拿开。哎，多大仇，头发都不放过。是头发很长可以当围脖。对啊，很暖。小乔看一看，双十一最新款。不，陈南你眼睛变大了耶。想过你再勒紧点，他舌头能出来。你拿球，拿球，你怎么取暖？我啊，想想啊，搓一搓就暖了。不能搓，搓出来就露馅了。舔一下铁门什么的就暖了，那是你干的事儿，我不这么干。抱一抱罗雪莉什么的。我教你一个取暖方式，特别是手冷的时候。一会儿就暖，绝对暖。玩，就是之前有玩那个抽条，你们知道吗？就抽完后，红的火辣辣的，可暖和了。你们可以试一试。生命危险。我的话就，你们都知道这个脖子这儿有个。不知道。你们有，我们的脖子底下这块都有那个大动脉。你知道吧，就是那个怎么有点吓人。不是，我说的是正常的事儿，就是因为大动脉里面都是动脉血，然后动脉血它都是比较接近体温或者温度稍微高一点，然后我冬天的时候就这样，然后把手捂暖了，再用手去捂别的地方。然后还有一种取暖方式就是，我是平的，不要弄我。想到上次我们在教室一种无聊的取乐方式，就是陈天兰抓住了李想的马尾辫，然后谁抓住了陈天兰的马尾辫，然后我又抓住了别人的马尾辫，连锁反应，所有人都抓起来，然后又转成那个圈，一块围成一个圈，然后转圈。对，好像还有一句台词我忘记了。对，还有一句台词，每个人抓的时候都说了。那你动一个试试。哎，不对。那我冬天见过奇葩的
取暖方式，就是有一天很冷很冷的时候，然后倩楠穿着一件很长的大衣嘛，然后小树就说倩楠我冷，然后倩楠就把他的外套打开，然后裹住了小树，哇，然后我在旁边看着说哇，然后倩楠把另一边也打开，把我也裹住了。果然是渣男本性，大石烂，你大衣够大的，是不是特意买的？主要这大衣是为了裹你脑门用的。不，我脑门不冷。你让我想到那个以前看电视剧里面东北那种大衣，然后在火车站一打开全是山寨鼠。卖碟吗？是吗？我说的是山寨手机，好不好？但是也有裹你们，你俩有没有感觉到幸福？有，那一刻我都心动了，我都幸福了。那我的奇葩保暖方式就是，那个陈子楠，你裹一下，你想试试？你想反手我就给你一巴掌。因为那个动图啪一抽，然后脑袋。就喜欢你这种，对我不好的。我知道你们也喜欢，那回去抽你抽吧。算了，那我奇葩保暖方式就是把手啊伸进去后背，就是我见过最奇葩的，因为太变态了。因为谁每个人就本来今天开开心心，你为什么要干这种事？就手就伸过来了，就一激灵，就当时就不好不舒服了，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所以这还是跟我那种大动脉取暖有点像。你要找腿上也是，所以就是一般都是放腿上，睡觉的时候放腿上。对，陈楠，我给你推荐一种取暖方式。你不经常穿破洞裤吗？把手伸进那个破洞里面。你要知道，就是这个膝盖就是受冷时间长，它已经不是热的了。不，你那个破洞裤，我记得刚开始看的时候，它洞只有这么小，现在已经这么大了。不是，重点是那个破洞裤一开始里面还是光溜溜的腿，现在一摸进去怎么有个丝袜在里面？是很他不敢穿，陈建南的时尚太洋气了那个袜子。我们的 fashion 是 style seven。大家好，不是就是脑补一下，就是李子那个纯洁主义的袜子套在他的破洞裤里面。对，真的很洋气，真的是你们不懂我的时尚，真的。毕竟是 seven。好感动，我当了个 seven。那天就是得了奖之后，你们过来恭喜我，我真的是开心到不行。对，悠唐就是感觉我也很开心。真的吗？妈妈，你怎么没请大家吃饭啊？我其实想回来想就请那个一堆吃饭，可是啊，你知道吗？今天是双十一嘛，我给自己买了个洗衣机。对，他说请我喝隔壁的咖啡，喝完以后他走了，然后钱是我付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你们以后都小心点，经过草坪的时候不要踩脏了我要吃的土。哦，土也贵着呢。我的取暖方式就是，大家冬天都会穿那个帽衫吗？不穿。我问你了。哎呀，就喜欢这种的。对，我问你了，就那个帽衫，然后就会很暖和嘛，然后就搁在那个帽子底下。对，手冷快看隔壁谁穿帽衫，快试试。谁？果然我们不太一样。我是喜欢把别人帽子，我特别是脸冷的时候，风吹的，我喜欢把别人帽子翻过来套在我头上。你突然让我想到上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学校里面学生，他特别喜欢把那个高领的羊毛衫就这样揪起来，然后整个头就跟个洋葱似的，头上有个那个。不打动。我在上海的时候，因为李子经常穿毛茸茸的衣服，我喜欢把他帽子翻过来套我头上，然后我发现把他提起来。我当时觉得他好像知道。像这种情况，你就开始狂跑、狂奔，他得跟你一起跑。哎，你这么说，后面挂了一个人形挂件。不是，关键是他脚都挨不了地，怎么跑？你别以为你能，你也能挨地。我错了。然后我所见过取暖方式就是，你们就是平时上学的时候没有就是坐在最后面一排？为什么？我看着你就想坐最后一排的人，就是有那种坐那个讲桌边上的。哦。
就是那种坐最后一排的人，然后就是冬天了，然后带个盆，带个就把寝室那个热水壶拿来上课泡脚，然后老师叫他起床，那个不是，不是老师叫他那个起来那个回答问题，然后他就站那个盆子里站起来，然后带我坐下去，然后加点水，哎，又凉了。游戏场冷的话，他们也要在底下搁个盆了。然后那个看到自己推出来了，哎呀，大神掉水里了。让胡博文分享一个链接，每人买一个。Kola 分享 ，Kola 就买了个泡脚盆，那个按摩的洗脚盆，脚放在那个。对，到时候我们的剧场门第一排每个前面安一个洗脚盆。哎，但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希望它卫生吧。好，那接下来请欣赏青春，谢谢大家。
大家即使在陪伴这个公演如此长的时间的现在，也依然有着让悠唐站坐均无虚席的热情。同样也要感谢陪伴我们从四月首演至今的 staff 们，没有他们200余天来的无微不至、全心全意，剧场无法正常运行，也更无法有如今日你所见的盛况。最后，更要感谢 Team E 所有的成员们，他们是我们在这里最最重要的羁绊，是他们的挥洒的汗水与努力，给了我们在这里祭拜天如一日挥舞着手中棒。
享下一首歌曲《闪耀的我们》。耶。我们换上记忆，带着愉快的心情，悲伤和痛苦都把它洗去，看走心的开始，那些眼泪和委屈就让它随风而去，在更加晴朗的日子里见证一个闪耀的你。
是你。